twin flame. Yeah, my girl, you're tethered to my soul. Maybe the stars hold our control. Maybe the God is back, I hope. But you should know that we're letting go. Don't forget me when I'm gone. Leave my heart. Oh, where's the song? To get to stay with back alone. Wow. 天气算好，。原本是说阴天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们这趟旅程呢，住的饭店不得了，超级对对超级的感觉。那其实这个我们就直接影片继续看下去 ，OK。我这次来香港是第二次，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有去当那个口译的工作，然后就是跟着那个日本的公司一起去，就只有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久，然后主要是没有观光到，所以我想说我要把那个时候感觉没有观光到那个感觉呢，就是放在这一次。然后专心吃，因为你那时候都在工作，所以吃应该就比较没有什么味道。超没味道，好不好？到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住的，叫做 K11 的 Artist， 是非常非常高级，而且我们真的很期待这一次的住宿。对，这边真的超级漂亮哎！哇！而且还有小卡片 ，Dear Shigoshinde， Welcome to Hong Kong。哇，而且，等下在那之前 ，Oh my God， 你过来这里。我们是面向海睡觉。等下这个太夸张了。面向海景。哇。哇塞。哎，这整条是通的，厕所跟一间，厕所跟一间，跟一间很赞。别闹了。客厅有 kitchen， 而且呢，他们的那个 kitchen 呢、啊，他说如果我们煮完饭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想洗碗的话，我们可以打电话给楼下，请他们来帮我们洗碗。对，但当然自己对小小的可以自己洗啊。对，自己的。但如果你刚好有很多的话，你看像这个，他就说就可以用这个洗。对，但很特别的就是你可以请他们上来。对，而且他们超齐全。大家你看这个很像是他们这家店算是很招牌的一个餐点，红虾意大利面。然后据说它的这个头啊，我们可以搓，然后它就会有那个虾膏跑出来，然后它就也会变成就是一个酱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可以拌在那个面里面。对，可以拌在面里面。我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多那个哎。哇，很多哎。你来试试看。我来试试看。嗯，这么夸张！大家，我觉得香港的计程车真的是超可爱，就他们是红色，上面是银色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我要来跟他们一起拍个纪念照。对，我们要假装在拍街景而已。对。Me and you forever. 但是手怕。Good morning. Day 2.
谢谢。我还蛮想吃他们的健康早餐呢，听说西式很赞，那我就健康早餐。那我特快早餐。好。Cheers。这样子是400块，100块港币代表台币400，两杯，就100，200左右。那我觉得真的好喝哎，这真的很好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是想说，因为我们都住这个楼上了嘛，老实说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想说，先在这附近走一走，然后逛一下里面。对，逛那个 K11的 museum， 因为也还蛮想看他的那个艺术品。对，因为我们就这边有收到很多 DM 嘛，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的 DM， 然后很多人都说可以去那边边观赏很多种艺术品，然后边逛街。其实这里很像就是一个艺术馆的感觉，比较不是说商场。对，它的 focus 的地方是艺术，再来才是 mall。对，所以他们不是一个 shopping mall， 他们算是一个很多艺术的空间，然后可以让你顺便逛街，很有文艺气息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话，应该就会去到真正去体验一下说他们的当地食物等等。对，现在也在体验了。我们现在还好吧？我觉得现在有点像度假感。假如今天晚上我们就往什么其他地方跑，那我们就去 museum。Okay。Maybe we could fuck it up, I don't know. You ain't wanna see my taxes, it'd be fucking gross. I've been hooking up, hey, go, John Lama stereo. That shorty asking me for snow, so I let her go. Keep a chopstick by my bed like I'm Japanese. But I don't fuck with no drugs, I got a family feed. Shining on my ex, hoe, she doing shit at me. But I got this money and it's all that I would ever need.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咖啡屋，然后呢，这边有比较很特别的体验，就是说他会在你的面前做咖啡，然后跟你讲解咖啡，就有点像你知道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不讲的话，他应该会觉得我们在一个你知道寿司店。我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看，直接喝，我可能会有一点看不出来，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过程，就是你会感觉更理解它的感觉，所以会感觉更好喝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圣水埠这边，主要是想要来这边找那个复古相机，最近不是很红吗？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如果我在我的拍片元素里面呢，如果又有那种复古相机的 feel 的话，可能也会变更丰富，所以想要去看一下。正常要另外买的，就送一个给你吧。啊，真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超可爱的。然后这边是可以旋转。哦。现在我们要来吃这一间。一点心，对，是有名的。对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推荐我这一间。这边感觉都是当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欸、我们想要春卷。嗯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。它里面有火腿。台湾也有。是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好吃，很薄啊，这个很好吃哎，萝卜糕，嗯，萝卜糕好吃哎。看到我一直在找钱，然后他问我说好吃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很好吃，然后263块，我只有200块，然后他说这样就好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我还是后面还是有塞了。真的啊？这间还蛮不错的。对，叫一点心。一点心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楼上的 MoMA Design Store， 这个我们在韩国也有逛，对，也有逛过，而且听说这边是亚洲最大，因为我很想要买。台灯就是桌子上面的一个小台灯，放在你的书桌。对，放在我书桌上面的。大
家这一个就是之前我在韩国很想买但是没有带回来的，就是它哎。那我觉得这一个我们就在香港带回去好了，对不对？带这颗香菇回去。对，带这一颗香菇，第二次见面应该算是有缘吧。对。然后这边的这个星光大道啊，跟那种美国的星光大道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们的那个是在这个手扶这边。哎，成龙的 Jackie Chan， 我的手比他大很多哎。我也要摸，我也要摸。好，你不要乱摸 Jackie Chan 的手啦。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今天那么多小帆船呐、啊？好可爱哦。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三天了。我觉得时间过超快，因为我们这次旅行就是才四天而已。我们之前去韩国跟香港都是去到七八天，明天就要回去了，超快的。我们今天应该会去到中环那一边随便走走，然后看看吃一些道地的料理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中环这边，我觉得这边的街景整个很澳洲的，很澳洲英国感，就是很大的高楼啊，然后整个建筑都是很漂亮，我觉得，哇，这个蛮可爱的、啊，超可爱。只剩小件，买买了买。这家真的蛮便宜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逛，又好看，因为在台湾没有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之前是在澳洲的时候，澳洲的时候我们有一起过去逛过很多次。对。你刚好买这个包包，他就说那你就直接装这个吧。对。而且这包包容量好大哦。对，好可爱。又很可爱。我昨天发了 Instagram， 然后很多人跟我讲说可以来中环这边，就是这边有一条街，好像都是很多咖啡厅吧，很多咖啡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一间咖啡。大家，两位有位置。不好意思，有到湾仔，湾仔，湾仔这个。落车先俾钱。啊，下车再付钱。系啊系啊。哦 ，OK。好可爱哦。还蛮舒服的。可爱，你看。我们在二楼。哎，不错哎。新的体验，新的体验，它没有冷气，它没有冷气，我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，它要动了，它要动了。比我想象中的还晃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到湾仔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？看湾仔。就是最有名的那个蛋挞店，但是现在意外的没有人排队。对啊，还是卖光了。我觉得卖光哎，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超多的，超多，超多的。各位，我们来吃吃看这个传说中的，大家都说超好吃的。哇，来，它有焦糖感哎，就是那种硬硬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嗯，有好吃到那个程度吗？嗯，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肯德基的蛋挞的感觉，就是外面是千层。大家都说比它厉害。对，确实好像比它好。好，你要说差不多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也真的很喜欢那个肯德基的蛋挞。对，我会觉得它也不错的那种。肯德基的你不觉得吗？嗯，很像肯德基。
但是这个确实是好吃的，我相信它还是有一点差异。对，可以当伴手礼。对，是可以当伴手礼，因为他说冷冻的话可以一个礼拜。对。对。你们过来干嘛？旅行。来旅行的。哦。对，你好。好拍啊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一个是当地人推荐的粉。粉。你上一次去韩国哪些啊？现在很有用啊。我们差不多七月就过去了。哦，你们接下去是不是？Under Error 衣服嘛。对对对，那个好看。我上次没有去啊，你下次一定要去。对对，我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In a perfect world, you take me as I do, and I'm ashamed to say you paid for all my dues. I still got you.没有啊，它的那个呢？哦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小，我以为是那种很厚的那一种。酥脆吗？奶油里面是有砂糖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不酥。哦，蛮好吃的。好吃。我主要是那奶油，我觉得那奶油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这是炸过的，是不是？吐司炸过，然后上面有这个牛油，然后跟炼乳。啊，要这样吗？先搅拌。它里面有东西耶。它有那个花生酱。哦，里面是花生酱，试试看喽。这个非常好喝。Feeling confused. Is this really what love feels like? When I was with you, you changed my life one night at a time. I broke the code for you.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when I looked in those eyes? I left a note for you. I hope that when you read it, you don't cry.我昨天半夜画的，这送给你。你很厉害哎，有建成哎，不错吧？哎，很好看哎，你是艺术家。我还特地带那个之前买的那个 Fendi 的蛙镜。派得上用场啊！这个游泳池啊，真的是很夸张的漂亮，无边际游泳池。然后这边的 view， 整个 view 这实在是太好了。然后那边是海。对。今天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是晚上8:30的时候要搭飞机，所以我们大概5:00多左右我们就要前往机场。这边的游泳池真的要一定要来，如果来住的话，我觉得很值得。哎，我们还没有买衣服哎，我们等一下是要赶快去血拼楼下买，直接楼下买。第一次我很想看。好啊，我没衣服了。你没衣服，你明明就衣服很多，然后自己带那么少。血拼去喽！Nice， 很帅，因为台湾没有 DJ。对，我觉得这种的很好看。他们的保险套联名的，对，这个好好看哦。而且有一个小巧思，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翻过来，它是深色的，你知道，很有渐层感。我觉得这一件直接下定。那还可以再调那个调长度。这个其实蛮多拿黑色哦，真的，对，黑色更加好配。对，我手机就放不下，对，手机就真的完全放不下。
哎，很酷哎，它中间对，哎，好好看，好好看哦，它中间是裸的，超级好看，而且很搭配这件。这个不用想了，买了啦，因为我今天我是就直接穿这件，看你要不要就直接穿。第一次有情侣，好啊，他们还可以送这个，好可爱啊。所以你说你要买哪个颜色？这个好了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对，好，还有这个是开瓶器，都是送的。哇、wow, ，nice， 谢谢谢谢。澳洲牛奶公司，澳洲牛奶公司，这个很多人推荐我们来吃，哎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里面、欸、看起来很好吃，你要不要赶快吃啊？对啊，我点的牛奶，好可爱，好吃吗？我帮你做一个。好啊。哦，很好吃的。这我好喜欢哦。嗯。拿起来啊！好喝。好喝。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对啊。哎，它的那个奶茶也超好喝。大家，我们刚刚吃完那个澳洲牛奶公司。对。那些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有厉害。对，主要是他们那个吐司啊，也烤得很刚刚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来我们的那个 KC 这边，因为我们原本还想要去其他的地方啦，但是我们老实说也有点怕我们会赶不上飞机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容易赶不上飞机迟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保险一点点。保险一点，我们就在这一带这样子。对，那我想说今天再喝一次这个，我今天想喝。Doesn't matter if it's in my bed. Take it to the roof and play pretend. Act like this ain't never gonna